得很铿锵有力啊，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刘甲军，今年36岁，我是一名交警，来自吉林长春。哦，来自吉林长春，是一名交警。嗯，今天是你的心愿。对，是你的幸福心愿是吧？对，来，接下来我们上前一步把它说出来。我的幸福心愿是早日重返工作岗位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请回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幸福心愿？你现在没在岗是吧？对，主要是遭遇车祸成为植物人，多亏妈妈才能站到舞台上面。哎，你今天康复得很好。谢谢。这都是靠妈妈是吧？对啊。哦，我很难看见一个壮小伙子36了，穿着一身警服叫妈妈的时候叫得像孩子一样，可见那个妈妈在他的心目当中分量真的非常重。来，掌声有请妈妈。来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是吉林长春人，我叫王桂凤。今年60岁了。他在工作中的表现怎么样？特别好，他一直就是说，儿子一直就是优秀的交警，成绩也都是先进工作者的单位。啊，就一直以来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交警。嗯。他怎么会发生车祸的？他是2008年12月2号，他在上班的时候，孩子就是追这个抓无证驾驶以后，完了他就跑出4-5米远，回来。他就累了，我们长春公交车还有3秒钟，就是闯红灯把他撞出4-5米远，当场这孩子就是栽到地上了。他们交警就看到一是刘甲军，当时他们就可能打120，就给他送到我们长春一大医院。送进医院之后情况严重吗？我去了一看，他躺在这个就是那个床上，我就招呼说，儿子你妈来了，你知不知道是谁？她一点反应没有，我们就跟那个急诊那个大夫就开始挂号，给孩子就开始拍片了。